猜，不可能巧遇我前女友吧 ？IU， 有人跟踪，有人跟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在路走了快半个小时了，我怎么可以从四面八方跑出来？到底是为什么知道我在哪里？柯震东突爆喜讯，办三场婚礼，出没台中大街巧遇前女友。我婚礼你会参加吗？我应该在海岛办一个，台湾办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国家再办一个。你要跟谁结婚？蔡依林吗？不是蔡依林的，蔡依林不理我。就你要公开的，就跟大家讲。你要说蔡依林？不是。会这样会上新闻的。我不是说蔡依林，我不是说蔡依林。哎，难道咱们阿东喜讯在即吗？有请柯太太们做好失恋准备呢。十二号晚上，阿东出没在台中，饭桌上还有杨明威 and 春风哦。完了，你看，直播人数一直掉，不好，还是要卖一些东西。我一个晚上，好不好？卖，开卖，开始标价。有特殊服务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先卖假的。聊天，纯啊，聊天。纯陪。我这样吃播也没有什么火箭啊、跑车这样刷。爱心啊。爱心又换不了钱，你帮我买单哦。不好意思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要把我的银行账号置顶在这边。你不是给力吗？不知道啊。要抖一点够不够？就抖一点给九一啊。想看春风哦、喔，春风不给看哦、喔，要花钱哎、欸。春风。我去尿尿。哦，你们自己待在这边好好聊天哦、喔。带去尿。行啦，会有深海巨兽。回来了。尿尿掉一千哦、喔。经纪人有男朋友吗？自己 Google、啊。好好笑、喔、打柯震东经纪人 Google， 还是我把那个连接贴上来置顶。凡希，你要找女朋友，我先吧。有单身的姑娘可以在上面把自己的简介打上去。2003出生，夸张夸张夸张。妹妹，好好读书哦、喔。16岁可以吗？要守法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可能巧遇我前女友吧 ？IU。我走在台中的街上，腰围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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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跟踪，有人跟踪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就在路走了快半个小时了，我怎么可以从四面八方跑出来？到底是为什么知道我在哪里？你好帅啊！耶、yeah, ，我知道。太可怕了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要快点哦！我朋友快疯掉了。请支援收银。